看的，因为笑点很多，然后整部电影都很精彩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个 cosplay 的主题蛮有趣的，然后那些 cosplay 的演员每个都演得很精彩啊，尤其是那几个年轻的演员 Jeffrey 啦 Roy 啦，都演得太棒了，好喜欢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戏。其实这部电影让我看到很不一样的凤姐的一面，其实凤姐演戏其实真的很不错，我觉得，然后深入人心的。那我自己很好的朋友许明杰呢，他把来自中国的一个 cosplay 的一个感觉演得非常到位，也是非常好的。反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本地电影，出一份力，尽一份心，谢谢。大家一定要来看的，一定会有很多惊喜，然后还有可以带回家很多欢笑声，还有美好。谢谢你们，太棒了，在赞你耶！胸部真的很大，胸部真的很大。最佳伙伴。